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佩佩福多玛。小小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小女生，她是过冬儿。看了这个故事，我特别有感觉，因为我的妹妹的小孩也是过冬，所以都会想到她。导演要拍片前，她需要一首钢琴歌，小小还有她妈妈片中会弹的。小小是没有学过弹钢琴，所以也必须得要开头是一个很好弹，是小孩听一听就可以弹出来的。为了找代那个小小他这个角色，就是用钢琴跟蓝调去弹一些有一点俏皮、有一点快乐、简单的那种方向。我们用的弦乐四重奏去补一些比较是属于氛围。就这整个过程很幸福很有趣，就是做到了一些虽然是常用的乐器但是没有做过的一些音乐风格。